希望入面啲特技會有好大嘅進步啦，因為一路睇開日本片嘅特技咧，都係好似俾人爭少少嘅。咁但係睇個 trailer 之後咧，我就覺得好似咦另眼相開咯。咁希望套戲會有啲驚喜咯，呢一個喺特技方面。由我覺得最大期望係想睇下，即係點樣將一架卡通片嘅太空戰艦變咗係真實化之後咧，係有幾精彩咯。呢個係最大嘅期望咯。啊我覺得套戲的特技做得很好咯，好仔細，好 detail 上，咁同埋個古仔亦都好跟原著，即係本身大和號嗰個動畫咁樣。如果有 3D 版嘅更加好啦，我會再睇多次。想象中好啊，即係都好刺激啊，啲速度感好夠啊。嚇！咁啊，同埋衝戰十三做得很好啊。即係我覺得即係冇冷場嘅，其實係好掂啊，比我想象中真係好咯，呢個係前傳啊，應該。因為講大和號是怎樣興建出嚟的，我咁相信很多人咧想知道的，我覺得係呢一個。Space Battleship Yamato。